王平安祭典是东港和小琉球地区每三年一次的重要庆典，在王爷的信仰与祭典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曾经获得行政院文化部的核定，是国家级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在迎王平安祭典中，当地居民为了迎接代天巡狩千岁爷的驾临，几乎是全镇总动员，其中祭祀特意完全遵照古礼，在当地处处可见热闹的绕境神轿与阵头和虔诚膜拜的信徒，其中精雕细琢的王船更是华丽的引人注目。平安祭最主要目的就是借由代天巡狩大千岁众神的神威，弥平地方上邪祟疫疾等不洁之物，进而庇佑信众能平安健康。除了展现居民对王爷的崇敬外，更凝聚了认同感，展现出浓厚的爱乡情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热闹的庆典吧。它会被国家指定第一个因素就是它保存了完整的科仪、那第二点呢，东港阎王跟其他的这个王爷不一样的地方，它有保持那种神秘性，对，讲这里这里分工非常的精细，而且每一个分工呢，我们大概都知道它的项目是什么，但是呢，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它包括讲这里王爷，王爷到底今年这大千岁岁三岁，我们一直到海边的时候呢，才知道，这就是保持这里它最原始的这里神秘性呐、这是伊家其他的王爷呢，最大的差异。基础呢，因为东港的迎王呢，他让东港地区保存了很多非常特殊的典陶，比如讲十三太保啦、五毒大帝啦、二十四书啦，这些呢，都因为东港迎王这个活动呢，得到保存。李廖老师所讲到这咩咩格格啦，伫咧迎王的期间呢，这只专台独一无二的洛香香酒啊，不但是东港茶船艺术的骄傲，更加是迎王期间非看不可的重点。上到庙埕留这个顶头表演，现主持的大天府内底啊，煞无超过五个人啊，而且气氛啊，阁是无比的严肃。因为即摆大总理正是用请杯的方式呢，一杯一杯来向文王爷请示即摆不速正可的大千岁到底来吃何神。内底足刺激个啦，因为咱知影讲啊，阎王啊，这期间啊，其实清水会知影讲大清水啊，它是什么姓氏之外，其实最一开始在这边吼，都叫大总理伫咧内底咧把杯啊，要知道说我们大清水今年的姓氏是哪一个姓氏，36个王爷会是哪一尊来担任今年的大清水吼，来给我们知影，明仔才知影，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晚上11点多了，我刚刚回家吼，嘛是客到满满满的。经过大总理一再请示以后啊，嘛总算确定无出正确的大千岁名单。严格吼，予人想拢无的啊，就是这份名单，既然是列为相关的机密，完全袂用的公布，一定吼爱等过两工请水的时阵，才有法度来宣布答案。所以啊。对当地居民来讲啊，请水不但是全东港的大代志，规个镇海公园更加是万人空巷、万条转动、万众期待啊！我当首领啊，对吧？天堂圣诞。在经过道长叩念素文，请神安宁，并替王灵开光点眼以后，大总理甲相关的人员啊，
便在雷斯楼主引领之下，马斯走入时光隧道，准备来进行神秘一个神圣的请水仪式。龙车五岁岁，金车水王台，车王王台，报平安，报含龙，盖天之酒，盖这五虎岁岁，让您动听。就有这张辉煌的素文，也代表正式向海上的潜水员提出邀请，希望在咧万众期待之下，潜水员会当速速降临，庇佑众生。现在有人要上来捕航岛，而且呢，这次捕航岛的这个机芯呢，跟第一次上来捕航岛是同一位。罗富大潜水，是咱无事正科的大天顺秀的大潜水，罗富如虎。上四天的平安了境啊，其实吼，对七角头的桥班甲其他的队伍来讲呢，拢是一场搁一场的考验啦。因为吼，为着予大天顺手的潜水员会当保境安民，这四天的路线行起来啊，不但是超过百公里以上，每一天入庙的时间啊，更加是半暝啊一两点咯。所以讲吼，若是迄份对传统的坚持啊，真正唔是每一个桥班拢有法度安尼做甲到的哦。一二三，快出街，来，一二三。看一只开700多万、将近100多位的师傅，用两年的时间打造的王船，慢慢啊离开王船场，心内的感受啊，实在是相当的复杂啦。因为吼，咱透过无同款的角度，确实会当发觉王船啊，真正是予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严格另外一方面呢，嘛因为咧潜船了境以后啊，阴暗。王船就要升华，再王爷登去交旨，来完成这摆武术正科的重要任务。赵哥，工程你听懂啊？而且下骹足侪人咧到上班的，而且你也看哦，这摆船啊，你听到时就快讲哦，它这个是一个很壮观的这一艘船。以前每一个角头拢有伊个工课所在啊。哦，上一科也来参加，这科也很荣幸来参加哦。其实在这边参与大家共同的回忆，这个民俗文化一起传承下去，更加就好哎，很担心咯。哇塞！哦，其实量得很精准。哦，真的刚好。其实吼，唔是假啰话啦，迄是真正王船，实在是太大只咧。所以吼，沿路上真正是有太侪状况啊。要唔过吼，透过七角头、指挥科、王船科这正人之力，大部分的路线吼，拢会当顺利完成。人讲阎王平安祭典是南部王爷信仰上界有代表性的一项文化，不管是居民或者是负责的成员，
几万人同心合作，把这只几多十栋的王船啊，会当伫咧大街小巷畅行无阻啊！这不但是百年来祖先传承的智慧，也吸引真侪国外的朋友啊，来记录这项相当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五十年旧历九月二七，伫咧法师进行好运压煞的同时，点武科嘛伫咧王村边啊，爬起爬落，要甲天灾器物送上王村。最后等待时辰一到，大总理宴王结束以后，王村嘛伫咧七角头甲众人的恭送之下，齐心协力，一步一步走向定海公园。准备进行东港阎王平安祭典上尾啊，嘛上届精彩上皇仪式。到海边啊，对对，啊，看有搬的啊，大家啊，把那个金子全部搬来王船下面，是代表什么用意？就这是这个天口哦，天口，大家要算这咱这几天是不是看信徒吼，嘛拢会为王爷公添口，有，啊，所以这个天口会搬来海边啊，吼，啊，利用这个胶纸吼，这个天口这啊，把咱这只王船吼焚化，啊，焚化，甚至上天河啦，脚趾也是比较酷的，对。而且老师，我听讲吼，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看到庙王船的形状，是不是讲伫边仔的人有啥物款的敬仰？咱知影吼，其实这个江上王爷公吼，江上王爷泉水，这是非常慎重的代志吼。你看咱请水的时阵嘛是最慎重啊吼，啊江上王爷公更爱更愈慎重，所以咱等下看到讲吼，咱其实地方的这些人士吼，伊并不是讲啊伫海边啊，大家嘻嘻哈哈的吼。就是大家就肃穆的，哦啊，就沉静的，啊，默默的哦，跟点点会的啊，哦，甚至包啊绑啊，对，默默的离开。看着大家在漆黑的夜色中各司其职，有的人帮忙添裤，有的人则负责将船轨组装，而这也是东港地区流传百年来永远不变的王爷信仰。或许你问这些人求些什么？我想除了长辈安康、家庭和乐之外，透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成就地方的归属和荣耀，或许也正是东港人代代相传的初衷，还有那一份对千岁爷永远不变的坚定力量。其实啊，我等下看到你讲啊，你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实我也是外行人，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深的体会，大部分的人呢，看到的是壮观，看到的是满满的人潮，看到是这么漂亮的王船。可是如果你真的用心去体会，原来这些令你惊叹的背后，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细节，那是多少世代的累积，那是多少人经验的传承。其实呢，看到这些人，或许他从年轻就投入单杠一样，即便到现在，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呢，误会啊！不过他脸上从来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老年人的那种疲惫，他们一样跟年轻时候那种全心的投入在东港银网的那样子的情绪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去体会，之所以他会成为我们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原来他是怎么样的珍贵的一个传统民俗。老师教的，老师大天水技能，面包。